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是这个天堂战记，天堂战记，bug 刷刷法 ，bug 刷刷法，什么叫 bug 刷刷法？就是当一天这个刷副本累积这个鸡腿超过2000 up 到什么程度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知道我肯定吃2000以上的鸡腿哦，目前还有这个2000多还没消耗完哦，当是2000多以上的鸡腿去刷副本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我们来为各位示范一下哈。好，我们邀请队友哈，好，我们也荣幸邀请到这个平民百姓大大，哦，就是本人在下午，好吧？对，来做一个关卡的这个辅助哈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两人进场就好了。同胞记得点哦，嘿。好，当超过2000 up 以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请各位注意看啊！看起来好像没事哦。2000多少？大概2300到2500吧，我估计。看到 BOSS 的时候，欧啦欧啦 KO！ 哎，对，这个时候 bug 就产生了，你已经离开队伍了。嗯哼，对，相信各位玩家一定会觉得，你搞不好是网路线的问题啊，是不是？那我现在在干嘛？我现在不是对我现在在讲话了，这跟网络可能或许没有太大关系。那我们来为各位示范一下哈，我们切换一下账号哈。这时候换到了这个我们这个平民百姓来做，为各位做一样的同样的测试，好吧？我们来做一个组队的现象哈。我们邀请了这个 Rich 来为我们做一个示范哈。嗯，他还没进来，没有邀好，等一下哈。邀请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准备。开始，顺便跟各位报告一下 ，Rich 他本身也是刷超过两根针鸡腿的，所以他等一下应该会离开这个画面，我是这样觉得啦。而且哦，都是什么样的状况呢？都是在这个啊 ，BOSS 出现之后被秒杀那一瞬间，哦啦哦啦哦啦 ，K 哦，断线了。谢谢各位，今天的这个示范就到这边。虽然说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啊状况啊，不过对，我想问一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那个官方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吗？谢谢各位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这个示范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来替大家解除什么？解除这个关于超过2000多根鸡腿的一个疑惑哦。基本上这个数字是有它的道理的，因为当你刷2000多根鸡腿之后呢，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？我来示范一次哈，哦，有没有？我们要领取奖励喽，看好了，注意喽，我要领喽。咦，注意看画面的中间上方，背包已满，请清理后再试。背包已满，请清理后再试。这代表什么呢？原来是我的包包满了，靠！那下次那个官方，我这边可以给官方一点建议，就是包包满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出现一些提示字样，就是说无法进入这个深渊或者是之类的，没有？好，我们来为各位示范这个分解哦，这个教大家怎么分解，就是按自动添加手段分解，叮，嘿，一次就全部卖走了，还没卖完的。太多了，一次卖不完。Ring， Oh my god！ 看到没有，这东西可以多到卖不完。这个我看，这个，我敢讲说我是第二，应该没有第二个人才会说他是第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目前好像比较有少人录这个影片哦，所以对。好了，我们来各位示范哦，我们来进关卡哦，邀请队友。我们邀请到这个平民百姓大大来为我们这个做一个通关的示范，到底这次是不是还会进入 bug 的现象呢？准备一下，准备一下。OK OK，
到底是不是在通过第一关之后还会出现像刚才2000根的鸡腿的 bug 呢？这个数据是有它的道理的，因为我两个账号都吃了这个2000根鸡腿哦，所以基本上它进去的时候，对，就是跟出来的时间是差不多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小红帽，欧啦欧啦欧啦 ，K， 哦，哦啊，哎，没有当掉嘞，没有当掉嘞，啊，那就是没有问题了，那就是没有问题了。好，今天的这个实况就到这边，替大家这个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那个深渊会荡掉的一个现象。谢谢各位，拜拜。